嗨，大家好，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嗨，我是季芳。今天是浪漫 Q&A 散步，我们要讨论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家庭的经济和金钱的管理。那因为我们的家庭是蛮大的，所以很多人就问我们，哎 ，Steven， 你是怎么赚钱，怎么供应家里的需要？所以今天希望可以分享我们的经济故事，还有金钱管理的模式。对，那不认识我们的人，我们是一对夫妻，我们有七个女儿，所以我们是一个一家九口的家庭。那全部的经济来源都是来自于我的老公，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一路走来的一些故事。今天的影片不是理财建议还是课程，而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故事，所以希望可以满足一些好奇的你们，不然就是也可以祝福到一些其他的家庭。 Yep， 好，希望是会鼓励你。我们开始散步。 OK， All right， 首先我们讨论分享一下我们的原生家庭。我的原生家庭是七个兄弟，没有姐妹，没听错。现在我们有七个女儿，那我长大的家庭就是七个兄弟。那我爸爸是唯一赚钱的人，我妈妈是家庭主妇。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家里经济比较紧，不过我没有感觉到不舒服还是过得很苦。其实我们很开心，每天很珍惜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会穿哥哥的衣服，还是我们旧的衣服会穿给弟弟。那教会的人也看到我们的大家庭，就觉得哎，我们有多余的一些东西，然后就送给我们，我们就带回家，就大家分一份，然后就很开心。对，那我的家庭的话是爸爸妈妈，然后三个女儿，一个男生，我是老三，所以我们家是一家六口。那我的爸爸是家庭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那我妈妈是家庭主妇。那以前我常常听我爸跟我妈妈说，就跟他说，你只要把家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让他在外面工作打拼的时候就很心安，没有后顾之忧就好了。那有些人会说，哎，这样子好大男人主义哦，为什么不让太太去工作分担家里？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就很有安全感，然后是有一个照顾者，我妈妈一直都会在家。Yeah. 煮三餐，照顾家，照顾我，照顾我们。嗯哼，嗯哼。好，所以其实我们的原生家庭的那个背景是差不多了，对不对？我们都习惯爸爸去外面工作，然后妈妈在家里照顾小孩。嗯哼，可是我也觉得我们其实是很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理所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可以让爸爸工作，然后妈妈照顾家。对，那圣经有一些经文是关于家庭经济的模式。对，那提多书有说，他劝老年的妇人要教导少年的妇人怎么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丈夫，免得上帝的道理被毁谤。嗯，那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好，就是鼓励鼓励我在家里照顾家，然后爱丈夫、爱儿女。Yeah， 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护照。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太太留在家里是有点浪费她的潜力，对不对？嗯。不过圣经的教导就是，如果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管理家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一个职分。对，这是一个天职，就是当我不在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没有人可以取代。Yeah. 那孩子那一个生命当中的那个缺就没有了，没有人可以取代妈妈。对对，不是说哦，请一个帮手，还是隔代教养，这个并不能取代一个妈妈的位置。Yeah， 那同时圣经也是讲到男神要当供应者，像亚当被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要他管理看守。妈。然后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就说，好，亚当，你的工作你要继续供应家里的需要，不过你的工作会变得更辛苦，你会流汗很辛苦。所以男人现在就是要供应家里的需要。我们知道有一些家庭不能这样子，也许是有离婚，单亲妈妈，还是爸爸受伤有意外，那这种情况就是例外的。不过大部分的时候，那最理想的就是先生工作供应家里的需要，然后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家。是，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念，就是无论你赚多少钱的时候，我都是留在家里面照顾小孩，这样子。嗯哼，那现在分享我们
交往的时候的一些对话，我们有讨论说要有多少孩子，然后谁要工作，我们的共识是我会在外面工作，然后季帆会照顾家。对，所以就是你赚钱我管钱。嗯哼，对，不是你赚钱我花钱哈。你也可以花钱。你赚钱，我就花需要花的，因为我们其实在结婚以前就已经讨论，婚前交往的时候有讨论过，你想要多少个孩子。嗯哼，那我们的共识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多少就生多少。 Yes， 对，就是以没有避孕的状态来讲，神给了就生。Yes，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定，这个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经济的模式，对不对？对。如果要有很多小孩，那当然爸爸的保时捷 Lamborghini 可能要等，妈妈的名牌包包什么的，就是对，我的 Louis Vuitton。 Louis Vuitton， 对， 对，就是意思是我们把家庭孩子放在前面的部分，不代表这些东西是不好的，那些都是工具，房子车子什么那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不过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赚钱还有花钱投资钱的模式。对，刚刚讲到金钱管理是你赚钱，我管钱，那第一个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关贷款。我们的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不想要贷款去买车子买房子，因为贷款会让我们两个的状况会卡在一个地方，贷款会让我们非常的设限于住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那个经济的开销就会卡得很紧。 Yeah， so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没办法预测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会住在哪里，会有多少小孩。那如果一开始进入这个婚姻我们已经背了一个很重的负担，这个贷款的话，其实我们更没有弹性，也不能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比如说我的工作就需要一直是一样的或者更多才可以付得起我们一开始就买的东西。如果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小孩，万一我们的贷款很重然后一直生小孩，我们可能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要生，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再生小孩那我们的经济不够可以付得起这个房子，对不对？对对，所以我们需要有那个自由可以运用我们现在有的经济，所以我们没有把钱放在车贷房贷上面。 Yeah， 对，可是同时因为我们也是跨文化家庭。 Yeah， 所以将来长久要住在台湾还是住在美国，然后生几个小孩要住在城市还是乡下，所以那是我们自己的那时候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没有买房子。 Yeah， yeah， 如果都是台湾人还是都是美国人都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不用搬来搬去飞来飞去，可能会比较情况会不一样。也许我们可以说对，我们一定知道也许接下来二十年三十年会住在什么样的地方。Yeah， 不过以我们的状况我们觉得这样子是最理想，然后如果你有很多小孩如果要上到贷款什么的那个压力很大，所以我宁愿把那个精神放在孩子在家庭上面。 so， 对，所以贷款有弹性。 Yeah， 我们选择自由胜过于possessions。 其实你听我们分享就觉得我们好像是 古早的人。我们是很保守的在使用我们的钱，因为其实也很有限。好消息，我们有个自创品牌叫曼森，目前有卖一些优质的台湾茶，来自南投和花莲，茶的种类包括不同风味的红茶、乌龙茶、金萱茶、汉堡种茶。现在网站上面可以购买，我们还有提供海外的物流，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我们对于信用卡的看法呢，就是我们会用，因为信用卡有很多好处，因为它可以积点，然后有时候会有多少 percent 的回馈，所以我们会用信用卡。可是呢，我花的钱都是我现在手头有的钱。以前的原则就是在特别紧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花5000块去好市多买东西，那刷卡完之后我就会把5000块领出来，还是另外放，然后放到一个信封里面。Yeah。 然后这个5000块我就不能花，我下个月要拿去缴那个信用卡费。对，所以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花的钱就是我有的。对，那我不能够抽出来然后让下个月的那个信用卡循环利息开始跑。对，
所以像 Dave Ramsey 会教导说不要用信用卡，那那个原则就是不要变成别人的奴仆嘛，就是不要亏欠任何的人，我们同意。不过现在如果信用卡用的方法是你可以累积点数，还是你只要花你有的银行里面已经有的钱，那就没有风险，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样子可以了，对，我们有用信用卡。对，可是就是要有智慧，那我们从来不曾循环利息过，所以它就是一个工具。 Yeah, so 如果我们发现用信用卡我们就很慢才缴费的话，要开始付利息，也许我们就不用用那个，我们就用信用卡，对，就可以马上缴清。 Yeah, 然后没钱就没钱了。Yes, 有点像你在用信封的那个概念，你就把每个月的预算，你就薪水拿回来，就放在不同的信封，然后你就花那个钱，不要信封里面没有那个钱，你就不要花。对，好，那我们就继续走，现在换成那个 Q&A 的部分，有一些问题人家会问我们。对，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太太不去工作帮忙先生分担那个经济的压力？那我会直接的说，我不想要太太帮我这一方面，我要自己扛这个责任。对，那可是我们现在是like a family business, 所以其实我在家里除了妈妈的角色，我当然也会帮我先生的部分，比如说现在在摄影啊，还是回一些讯息什么的。Yeah, 像我们卖茶，你也会联络厂商，对包装行，所以也是有参与，不过。主要的责任不是在你身上，是我。对，然后你是来协助我，是在帮助我。像，一个农夫早期可能先生是很清楚他要当什么样的农夫，然后太太会来帮助他。还是如果我把一个摊位卖炸鸡，也许你在旁边腌肉，还是收钱这样子，这个是 OK。对，所以现在你在帮我一起拍影片，你有参与到家里的经济。So, 不过你不是在外面服侍别的男人，追求你的事业。很好的就是，不管是那个茶叶的 business 还是YouTube 的，很感谢你没有，比如说要我每一个月出去工作，然后带5万块回到这个家。那如果少5万块，我们家里就会进入一个危机的状态。Yeah. 对，那就是你赚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然后存多少，这样子。Yeah. 对。那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决定，我们就太太不去外面的话，有的时候我的工作不稳定，像我以前是教英文，快要20年。那有的时候，如果我当家教，就是更不稳定。如果在学校会比较稳定，不过也是孩子越来越多的时候会越来越紧。曾经因为我们在教英文，也是在拍 YouTube 完全没有什么收入，然后有一些学生会请假还是台风假，我不能去教，反正就是非常不稳定。对，那种情况，因为我们原来的信念就是太太不要去外面工作，我要自己努力，那我会觉得说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子，我没办法改变，我就是这么紧，那我还是会努力的赚钱，不过我们也许需要最近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对，那我那时候我也会觉得说那个孩子越来越多，然后其实经济如果一直持续这么紧的话，那我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去工作，还是要不要我就是找事情来家里做什么的，那你就会说不用，你就是再继续努力这样子。Yeah. 继续祷告，继续努力，然后我就是他还是鼓励我安心的在家里就守着孩子，然后忠心的照顾好家。不简单哈、不简单。不过想一想也很高兴我没有出去，不然我的孩子怎么办？对，我觉得孩子不会因为生活比较没有钱还是比较少一些物质的东西而遗憾。Yeah. 而可是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会觉得他们会因为从小没有爸爸还是妈妈的陪伴而长大很遗憾，然后生命当中有一个空缺在那里，很想要填满。不过同时我们知道有一些家庭有一些emergency, 也许有人生很严重的病，还是发生意外，还是家庭的 emergency 的时候，就逼着这个家庭需要
努力的，也许太太暂时需要 去工作接一些 part time、嗯、我们可以了解、嗯、不过大部分的原则就是先生供应，那如果太太可以在旁边帮忙 也 OK、嗯、不过主要的责任就是先生，然后太太就算待在家里不是浪费她的潜能，不是浪费她以前所学过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信念、yeah. 嗯哼，而且我们家庭那么多七个小孩要叫谁来顾所以把手在家里 yeah,、嗯、你是家里的，我是护士，护士、啊、厨师，厨师，老师，教官，教官很多很多很多下一个问题，如果说海外还是外县是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还是教育的机会，你们会不会选择分居？ yeah, 这个有点就是回到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的信念讨论的一些信念有关系、嗯哼如果我们要有大的家庭，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希望可以牧养下一代，让他们可以认识神，也可以装备他们可以活出一个很有效率的可以祝福很多人的生活，所以、这个需要很多时间。那如果我们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我要离开，比如说我去国外上班两年三年，然后就没几个月回来一个礼拜，我知道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子，以前我们的学生、还有朋友，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这样子。对，不过这样子的选择会变成孩子没有爸爸，回到家的时候就看到妈妈没有爸爸在他们的身边，我觉得这样子是太轻看爸爸的角色，爸爸不只是提款机而已，也是家庭的领袖带领者，也是家庭的老师，也会教导很多孩子，特别是比较大的时候会需要思考到更深跟信仰跟社会有关 的话题。那妈妈平常是要平平安安，大家都很开心很安全，有吃饱有睡好，那爸爸可以分享很多很深的事情，教导引导孩子，让他们可以预备出社会、也是进入婚姻，所以那个都需要夫妻两个人在一起。那如果是暂时，比如说你是 pilot, 你是个机师，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了解，不过如果你有选择可以留着在家里，或者是你要出国外，最好是带着太太跟孩子们一起，就算那边的学校的状况没有那么好，当然是你们在一起是比较重要的。对，那我觉得以长远来看，很多的人现在觉得说啊，经济需要所以需要分开来、那其实那个的太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那个亏损很大、那可是如果你选择现在咬紧牙关撑一下，然后再想办法继续祷告，那选择太太优先孩子优先，你的人生回头看你不会遗憾你没有赚这个钱、可是会遗憾说、我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还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守在身边、所以一旦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差错，其实父母很容易就会自责、那我觉得选择家庭然后选择人还有家庭关系是最重要的、然后孩子会看到爸爸妈妈最看重什么、爸爸妈妈觉得家庭是很重要，那他们未来也会对家庭是有很乐观、他们也会有、盼望，对，他们也会很期待自己、有一个家庭、如果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选择都是为了钱，其实他们不笨，他们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家庭，他们、会不会想要结婚，会不会想要生小孩、也看看你们自己的家庭的决定，平常跟钱有关系，如果你们是为了钱而忽略更重要的更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小孩子的价值观也会受到影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分享就是按照我们的家庭背景，那很感谢上帝，我们两个的家庭就是父母是彼此相爱的、对，然后也很喜欢孩子也很喜欢孙子，就是很 pro-life 很、很爱生命 的家庭的长辈，那所以我们就被祝福很多。对，我同意，就是如果可以选择生命或者是更多的钱，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知足，如果都够了，那我们要选择生命，要选择家庭，赚钱不是坏事，我们都需要供应家里的需要，不过我会鼓励现在正在交往的男女朋友
也可以花时间讨论这些很重要的话题，因为一定会影响到你们未来的方向。首先讨论你们对于钱的看法、价值观，要不要借钱，然后工作，谁工作的分配，谁要赚钱，谁待在家里。对，那记得我们的分享不是一个课程，然后就是我们个人的故事而已，所以也不是你们的理财的建议。No. 对，所以就听一听我们的故事，然后希望可以祝福到你们。Yes, yes. 今天我们就是分享我们的家庭经济原则跟故事，希望会鼓励你。之后我们会拍另外一个浪漫 Q&A 散步，也是大家庭经济，不过会聊到什么呢？分享一些比较实际的应用，然后还有会分享我们当中碰到的一些困难，还是发生冲突。对，再加上我们这么有一个大的家庭过还是经济比较紧的时候怎么生存，比如说买房子、车子，要不要买保险，怎么花钱，还是同侪亲戚给我们的压力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的一些选择，所以我们就下一次会分享很实际的东西。好，敬请期待。哎，我小孩的裙子居然在路上。是你找到什么？逛一逛居然捡到我小孩的裙子，拖在路中间。好，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 我是季芳。希望今天的影片有鼓励你，很爱你们，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omeday